各位兄弟平安，请咱准备心来做今仔日的主日礼拜。今早是一条用德语唱的非常好听的男声四重唱，地方是伫一个凉爽的所在。这个歌的歌名是讲伫一个凉爽的所在，请咱同心来祈祷。至高至圣的天父上帝，愿同心恳求你，予阮伫世间活，无遐尼求要别人来明白阮家己，乃是较要求家己通努力去明白别人，因为伫世间。阮无遐容易通得到别人的了解甲明白，做诶明白以及
了解阮讲的，只有一位就是上帝你。阮满心感恩，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下面这首圣诗是咱大人真实的圣诗，祈祷的时，即时极好。Three hour of prayer.请咱做伙来看一段、两段的圣经。头一段记载伫马太二十一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耶稣应讲：“我实在甲恁讲。”恁若有信，
无谣言，就拿对这个山讲，就山落海中也未成。路加十一章第九节，我阁甲恁讲，恁求就乎恁，找就拄着，拍门就甲恁开。对本主日开始，咱要连续三礼拜来讲一个真甜蜜的题目，就是祈祷。咱的题目是叫做依山得海，上降、中降以及下降。这个题目是来自咱头拄啊读的圣经马太二十一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耶稣讲的话，讲恁若有信，无谣言，就若对这个山讲，就刷落海中，也会成。马太二十一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祈祷是咱达人较在的代志，但是牧师对今仔日开始，搁来讲祈祷。是要增加真大的深度来讲祈祷，唔忙是咱达人做伙来对祈祷做较深度的探讨，了后，互咱的祈祷会变成较无同款。一般咱拢认为祈祷就是含上帝讲话啦。啊，若向上帝讲话哦，就以下两个方面，咱必须马上考虑到。第一，无论向啥人讲话啦，拢一定唔是干那在讲尔，一定也是在听，在听别人讲。所以祈祷若向上帝讲话，安尼祈祷一定包括是在听上帝讲话哦。因为含一个简单要讲、无要听的人讲话，是最第一艰苦，也最第一无话讲、讲无话，对不？过来第二方面，咱来考虑到的是含人讲话啦，就是要让对方明白咱，也去明白对方。所以祈祷，那向上帝讲话的情形也是类似哦，咱就爱去明白上帝。啊，这方面是有较困难，但是要让上帝来明白咱，牧师就最大的把握啊。事实上，要让世间人来明白咱啊，这是最第一困难的啦。那我做牧师家己的经验是啊，我真少感觉世间有任何一个人最第一完全明白我。但是牧师也深信。含上帝讲话最容易的一点，就是我深信上帝一定会明白我。世间无人讲一定会明白你，但是含上帝讲话时，有一项你会当进入吧？上帝是最会当明白你的人，超过世间任何一个人。人类祈祷的行为是安怎发生的呢？这个问题叫做祈祷的来源啦。人类有一种自然的天性，要去找、要去接触家己以外、家己以上较大的存在，特别是当一个人拄到较大的危机危险的时候，是。当一个人伊要失落伊一个一定袂当失落的物件的时，佮知影靠伊家己是袂使，伊发现着一切无伫伊手头，会当互伊家己控制。安尼时，伊大声就会想要去接触一个伫家己以外，一个伫家己以上更加大的存在来对遐得到帮助。祈祷就是安尼来的。以上牧师的说明真简单啊，恁敢会想讲，这就免阁讲啊，对不？
但是牧师以上简单的说明，是要指对一个更加无简单、更加重要的方向啊，就是指对一个真理的事实。人家己能力、困难是有限甲不足，实际上在创造咱人类时，就将能力、困难是有限甲不足，创造伫咱的生命内面。上帝为什么把你的生命的能力创造讲出有限甲不足呢？为什么呢？上帝把你的力量的有限甲不足创造伫你的生命内面，这是上帝留一扇门啊，要让咱一定用祈祷来找上帝嘛。所以祈祷并不是咱人类家己发明哦，那是人类家己发明，祈祷就无一定有效啊，一定无效的啦，卖讲无一定有效。祈祷的本能是上帝创造予咱，创造伫咱内面。祈祷是上帝创造，是上帝所设立的。上帝用祈祷将咱创造来和伊一人和伊做伙，因为安尼祈祷就成做第一人应该做的行为，第二也一定会有效果的行为哦。因为祈祷是上帝创造伫咱内面的本能。过来，咱来讲祈祷的本质啦。祈祷的本质是啥物事？祈祷是伫你做信徒用来体验啦，用来 experience 你信的宗教啊。当你开始和你信的上帝讲话时啊，你就开始体验 experience 这个宗教。因为你若自从毋捌含迄个人讲过话，安尼就等于你毋捌经验过迄个人嘛，对无？所以祈祷是互迄个宗教活起来部分呐。祈祷互迄个宗教讲做 living religion 啊，讲做活活的宗教，会讲话的宗教就是活活的宗教啊。说落来，祈祷缩短你和上帝之间的距离啦。你和上帝无讲话，也是无话讲。你若和一个人无讲话，和伊无话讲，表明啥？表明你和迄个人距离足远嘛，对无？所以你若和上帝无讲话、无话讲，也表明你和上帝距离真远。祈祷是缩短你和上帝之间的距离，用祈祷和上帝讲话，必可带你缩短甲上帝距离。安尼是安怎？安尼就是你和上帝的亲密嘛 ，intimacy 嘛。甲上帝亲密，你就会经验到上帝临在嘛，不再感觉上帝是。在遥远的遐，乃是经验上帝在你家经验到迄款的上帝的临在嘛。牧师阁复习这句古话，祈祷就是你和上帝开始讲话。你和上帝开始讲话，表明你所信的是活活的宗教，会讲话的宗教就是活活的宗教。你和上帝有讲话，有话讲，就表明你和上帝距离缩短。你和上帝距离缩短，你就经验着上帝的临在。上帝不是伫遐，乃是伫你家。就进入和上帝亲密，安尼你就知影，你对上帝祈祷是甚物大圣教？是上帝大圣教，是你大圣得到的是得到上帝。你祈祷是你大圣得到啥？你大圣得到上帝本身，伊大圣教伊的临在。上帝大圣教，必然乎你的祈祷满足到有存，你应该无。
阁有会有任何其他较大的需要啊？今仔日是咱这半年内面啊，几啊遍几啊遍，一直提起到一个重要的神学家，伊的名叫做齐克果啦。伊是十九世纪丹麦的大神学家、哲学家，咱用伊的中文名叫做齐克果 （Kierkegaard，Søren Kierkegaard）。一八一三年，伊出世伫丹麦一个新教。罗德会非常健全的家庭啊，伊的老爸是一位当时丹麦罗德会的健全主义者，全家非常健全、谦卑、牺牲甲受苦啊，啊，直到因老爸受苦甲受苦袂掉啊，所以一日伊的老爸啊，竟然爬上一个山顶啊，受指天哦，咒惨上帝呢。世间是有人怨叹上帝啦，但是真少人会做出如此大胆、阁离谱的事啊！所以，伊老爸一生痛悔伊家己如此的不敬、甲愚妄啊！竟然爬上山顶啊，想到爬上山顶，伊就感觉山顶离天上近啊，骂上帝，上帝才有听到嘛。所以，跳个家老爸竟然直接爬上山顶，就指天顶上帝，就参上帝。所以，老爸一生痛悔家己的不敬甲愚妄啊！伊老爸认为啊，上帝必然会个报复，会降灾难伫伊的全家啊，会乎伊七个家人，伊老爸拢讲有七个家人，无半个会活到比耶稣较侪岁，就是无半个会活过34岁啊！果然不幸。伊七个囝内面有五个，拢伫34岁以前，一个就死去。只有两个，就是索伦·克格加甲伊的 brother Peter 两个人活超过34岁尔。其实索伦·克格加也只不过计活一数尔，42岁就死啊。索伦·克格加生存的过程极其艰难无比哦。印象中，这个家庭不停就伫埋葬因年轻的囝儿啊，葬式安尼，几年一个，几年一个啊，大概拢足少年啊。老爸为着痛悔认罪啊，苦劝伊这个囝索伦·克格加啊，你都去读神学院做牧师啊，来奉献一生来替咱这个家来赎罪啊。索伦有听伊。老爸苦劝，又进入丹麦最好的大学，就是 The University of Copenhagen， 完成神学教育。但是伊无去做牧师啦，伊成做十九世纪极重要的神学家、哲学家。伊成做牧师的牧师就对了。咱拢听过哦，讲索伦·克格加就是存在主义之爸 ，existentialism， 存在主义之爸啊。存在主义就是对索伦·克格加开始的，伊本身是存在主义 existentialism 的神学家，伊也是存在主义。头一个开始的人，所以受称作存在主义之父，影响真正大哦。哲学、文学、音乐、戏剧、心理学、政治学、法律学，各项拢受存在主义影响。所以今仔日牧师就要用一撮时间，让存在主义来简要讲一下，免让咱大家紧拄着存在主义，就哪知哪唔知啊呢？
因为你那哪知哪唔知存在主的事，你唔知的代志就足济啊啦。存在主义是哲学的一门课嘛，叫做 existentialism 嘛。存在主义就是专门的思考一人生命存在的困难呐、啊，困难。伊唔是伫思考生命的存在尔，伊伫思考生命存在的困难呐。伊分析一个人的生命伫如此生存的困难之下，人安怎思考、安怎感受，啊以及人的行为啊，啊个生存的困难，甲咱启示咱有出路还是无？那无要安怎？那有是伫对啊？是安怎曲克卡会专注伫这个生存的困难的吗？是安怎伊个呢？头拄阿牧师讲过啊，伊出世迄个家庭有七个囝，五个是真少年的贵姓，迄、那个家庭是不时就伫埋葬伊少年的囝，伊是生存伫如此大的困难之下。理由极明显啦，却去加自己生存的困难，就比别人更加大，对不？存在主义啊，伊认为虾米话呢？存在主义啊，存在主义认为一个人生命生存的本质啊，认为生存的本质离开不了第一 dread 惊吓恐惧，第二 disorientation 完全无方向，第三 confusion 内外混乱，第四 anxiety 烦恼不尽，第五 meaningless 无意义。Absurd， 荒唐、荒谬了，完全无理由、无道理了。所以存在主义啊，认为人生的本质啊，就是惊吓、无方向、混乱、烦恼、无意义以及荒唐啦、啊，无道理啊。在这款的生存里面啊，那么按照我啊。索伦·克格加一开始的存在主义啊，伊是用一个非常敬虔的罗德会的信徒的角度来思考一个人既然的生存是如此困难，伊要安怎会当伫这个困难内面进入基督教的真理，活伫基督教的真理内面，这款呢叫做存在主义的神学啦 ，existential。Theology， 奇克果是头一个。当乔克卡讲出这个存在主义了啊，这个、存在主义真紧就分作两个流派哦。一个对调伫乔克卡后边，叫做存在主义神学；另外一个流派就敢那一直讲，一直讲生存的困难，生存是偌困难，生存是偌惊吓，生存是偌无道理，生存是偌失望，生存是偌混乱，生存是偌 absurd， 是偌荒谬。一直强调这，就遭对存在主义的无神论。所以存在主义对奇克果以后分作两个流派。一个对奇克果讲做存在主义的神学，一个对奇克果后面却变作无神论的存在主义啊。无神论的存在主义，
无神论的存在主义头一个牧师要提起的人。牧师最近常提起的就是尼采。尼采，尼采是一个存在主义者，伊对伫齐克果后壁，伊的存在主义绝对无神论啦。尼采啊，伊是一个无神主义的存在主义啊，伊含齐克果同款啊，看到人生命所有的困难啊、失望啊、混乱啊、无理无由啊、无道理啊。无价值啦，无 future 啊，无将来啊，所以你这看到人生，含齐克果看到人生是同款啊。齐克果看到这个人生的无道无理，甲无希望，伊是会安怎活伫这款困难内面，活伫真理内面啊？尼采平平看到人生的这个无道理，甲无希望啊，尼采就主张讲，人必须来创造家己啊。创造出家己的希望，创造出家己的价值，创造出家己的道理啊！生存哪遐无道理？尼采讲，我就家己爱来创造出道理啊！所以尼采这道，啥人听了最入心？你敢知影？就是希特勒、纳粹、希特勒。看这张相，这边是希特勒，希特勒目睭注目，你看就是尼采的雕像。你看希特勒看尼采看个偌认真，这张相。希特勒自己说，尼采就是他的mentor，他的精神的导师啦。希特勒奉尼采，这是他的精神导师，相当赞成尼采，说咱人类都要自己来创造价值。自己来创造道理，所以希特勒对尼采得到一个灵感，认为人类定心来创造这个世界的时间到了。希特勒是偌尼尊敬尼采的，啊，希特勒时代尼采就已经死了嘛，但是尼采的小妹还未死啊，中迄个老迄个。尼采的小妹叫做伊丽莎白斯啊，希特勒啊，我去个阿丘迄个啊，迄个就希特勒啊，背影迄个啊。连尼采小妹伊嘛足尊重的呢。尼采的小妹啊。将尼采生前一支拐啊送予希特勒，走路的拐啊。希特勒将尼采生前拿一支拐啊当作报呢，这是什么意思啊？是要用尼采拐啊来走路。所以尼采主张，人的生存既然是遐无道理、遐无前途，就是人类家己来创造道理、创造价值甲前途的事。用人家己来创造价值甲道理，定心由人家己来创造这个世界。啊，希特勒听起来就是家己在假做上帝啊！希特勒的起笑甲灾难。的来源就是在这无神论的存在主义啊，在
二十世纪的法国啊，特别兴旺啊。另外一个无神论的存在主义的大师啊，叫做 John Paul Sartre， 伊是法国的哲学家、文学家，伊是世界大战以后存在主义无神论的领导人物。过来，另外一个咱搁较捌，叫做阿贝卡姆，嘛是法国人。阿贝卡姆啊，二十世纪一位无神主义者的存在主义者，伊是德法国的哲学家、文学家，出名的存在主义者。伊写一本册上出名，叫做《The Stranger》。中文译作异乡人呐、啊，异乡人呐、啊。我还记得1970年代流行伫全世界啊，伊迄个时嘛得到诺贝尔文学奖嘛，卡姆。所以伊下一本的《Stranger》啊，异乡人呐、啊，1970年代流行，1970年代流行伫全台湾啊，高中大学生人手一本。我迄时读高中尔，我冒一本迄时迄本《异乡人》啊，不时都摕来摕去啊，表示我某某人是如何看清世面，以及世界之荒谬。除了遮个存在主义，照对无神主义起以外，伫奇克国后面啊。要对一帮存在主义的新学家，其中最出名一个叫做多斯托耶夫斯基，杜斯托耶夫斯基啦。19世纪苏联的基督教的大文学家、大思想家，多斯托耶夫斯基啊，有几啊本出名的作品。其中两本咱真知啦，他一本叫做《The Brothers Karamazov》啦，卡尔马洛夫兄弟们。第二本更加出名，叫做《Crime and Punishment》，罪甲罚啦，罪与罚。达斯托耶夫斯基这两本书啊，就是充分描写人生存的困难，佮要安怎解决这个生存的困难呢？对，找对这个。因为是苏联嘛，迄伊的基督教是希腊正教，安怎入去希腊正教的真理内面来面对人生的困难，来克服人生的困难，来赢过人生的困难。再来，20世纪有三个出名真大希腊家，因拢总是存在主义的希腊家。头一个。牧师常常提起的，就是瑞士的希腊家巴特·卡巴夫，伊是20世纪最重要的希腊家。伊的希腊就是存在主义的希腊，就是无要片面人生的困难，面对说明人生的困难，安怎地来面来信仰上帝？再来，另外一个。希腊家，这叫做鲁道夫·布特曼，叫做布特曼，伊是神学神学的大师，因为牧师最多是专注专攻的神学神学，所以伊的册我是必读的。鲁道夫·布特曼，伊就是20世纪最重要的神学神学家，伊就是存在主义的神学，也是面对人生的困难。来找出基督教的解答。再来，牧师无偌久以前嘛有提起这个人，伊的名叫做保罗·田立克 （Paul Tillich）， 伊是世界大战对德国流亡来美国一个最大的神学家，伊的神学嘛是一种存在主义的神学家。今仔日，咱来讲。奇克国、克国家最重要一个理由啊！
就是一个个有真重要以祈祷的神学。一个个伊的存在做神学，是面临一个人生一个极大困境之下，唔是用来离开，唔是用来推翻基督教的真理，乃是解答，都是伫基督教的真理内面。方法呢，就是用祈祷来赢过人生各种的困境。这就是今仔日咱的主题。是个我以存在主义的心啊，面对人生的困境，一切的困难，解答是伫基督教的真理，方法是用祈祷。所以，是个我主张要祈祷的来源，就是人的自由 （freedom）。是个我非常重要，祈祷出自人的自由。无人会当强迫你祈祷，还是强迫你唔爱祈祷。祈祷是一个人的 freedom 自由最大的表现。无论偌大人生的困难，就是也无得剥削你的自由。伫对，伫祈祷。无论偌大困难，你都拢也会当自由来祈祷。祈祷是自由最大的表现。无人有法度剥削你祈祷的自由。同款，唔祈祷嘛是你的自由，无人有法度强迫你祈祷。基督教对自由来说明祈祷，祈祷本质是自由的。人生的困难济济，充满济济，犹阁无法度剥削你的自由。你伫人生困难内面，一定爱把握你的 freedom， 你的自由。祈祷本质都是这个困难重重之下，你要有迄个自由。祈祷是一个人自由的行为最大的表现。自由的人才会祈祷，祈祷的人才得到更加大的自由。一个人以最大自由的表明，就是可以自由去和上帝讲话啊！这上大的自由啊嘛！无论人生偌大的困难，拢无剥削到你，未当和上帝讲话，这个自由，这点非常要紧。你也会当和上帝讲话，你当然就是有最大的自由啊。齐克果，齐克果作为存在主义的神学家。伊大声问个问题啊，六七个问题是足普通个问题哦，这叫做存在主义个问题啊。生存是啥？头些问题啊，是去我们讲 Who am I? Where am I? 啊，我是啥物？我是伫对呢？过来讲 How did I come to here? 我太伫遮啊。第三 What is this thing called the world? 啊，我存在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是啥？How did I come to this world? 是怎样我太早来在这个世界呢？第五问题 Why am I not consulted? 是怎样要让我来这个世界都没让我参详啊，就把他带进来啊。第六个问题啊，是个我第六个生存的问题，存在主的问题，就说那这样我必须活在这个世界，活这样情形啊，好，至少我和老板讲话啊。And if I am compelled to take part in it, where is the director? 以上六个拢叫做存在主义的问题啊，真普通的问题啊。那每一个外的人普遍拢会问以上这些少少这款的问题嘛。但是邱克家最后一个问题都足严重哦。I want to see him. 我要见那位老板。最后也掌握到的，就是自己生存的尊严和自由，就要进入到做不住最直接的接触和关系。你要安怎去接触？还没讲话啊？
安怎讲话祈祷嘛。所以此刻我正在注意教会是讲祈祷是解答，是方法，是出路。奇克国也存在主义，将人一生生存的方式分作三个层次啦。对我听这三个层次的名，特别是头一个层次啊，可能不甚了解。我所讲的，一个你来了解。第一层次的生存啊，叫做aesthetic stage of existence， aesthetic 这字啊，叫做美学啦，审美啦，美学啦，美学，用美学的原则来生存。第二层次的生存就是 ethical stage of existence， 用道德的原则来生存。第三种最关键处的生存，生存在上帝里面。所以此刻五种人的生存，人的生存是我各种难题啊，咱分做三种层次。头一个层次，就是在这个美学审美的原则里面生存。第二个就是在道德的原则来生存。第三相关的生存是在上帝里面的生存。好，好像aesthetic stage of existence 追求美感审美的人生生存方式，想怎造出这个物件？生存都遐侪歹、歹、无好、无料的物件，从这拢淡掉，从这拢淡掉，啊，干那捡迄个水的，捡迄个目睭看落爽快，心内收起来，足爽迄款的。面对人生的歹甲困难时，就干那捡迄好的方面啦，歹拢拢卖去收，甲淡掉，这叫做aesthetic 的生存的方式。所以对奇克格来看，人类生存有遐大的困难啊！哎，有一种生存的方式，就是把困难淡掉，这叫做用审美、用美学的态度来生活、来生存。这款的生存哦。真多人注定哦，啊！伫世间哦，古今拢真多人注定哦。Aesthetic stage of existence 追求美感、追求水的生命，这是是对希腊文 aesthetic 就是水的意思。就是用审美的角度看世间大项代志，看到水看到好，就该退起来；啊，审美角度看到歪歪、个个歪歪、无佮意啊，看到袂爽，就该淡掉。安尼啊，叫做审美，大项都摕来个审判了。审判了，感觉是水是好的，就该退起来；歹就该淡掉。好家己的目睭啦、心目啦，会好家己的内面佮外面啦。佮意啦，爽快啊，都该欢迎，都该接受啊。看无上眼啦，造成家己内面佮外面无爽快啊，这就是当然，就是指人生在可能啊，就极力去佮排除、千方百计去佮逃脱啦，不面对啦，不去克服走就是啊啦。所以用审美的角度来话，就是当地的审判。是看到是水好，甲也摕起来；看到都无爱，都甲淡掉安尼啦。这叫做 aesthetic level of life。这是一种真残忍的做法咯。明白讲啦，就是照见水的捡起来啦，一切其他歹的就淡掉啦，气煞啦。我伫家己内在、外在、五官、六
感的满足甲快乐，甲爽内面啦，追求 sensational 感官的满足啦。感官唔是外口俩，内底嘛感啊，内外的感官的满足，追求家己内外感受的好的满足啦。这是就叫做用审美的角度来做原则来画方法。世间万事拢用审美的角度来看，你个审判爱是水是好，我介意的爽的，我就跳起，其他我就淡掉。这种美感哲学啦，存在伫人类文明内面真久哦，也真深哦。所以齐克国存在主义是批判真大啦，头一个批判就是柏拉图啦、普雷戈啦，因为现状呢？想到柏拉图嘛是用审美角度的话呢，因为柏拉图就当理性嘛，理性才是正确，才是好，才是内外啊较顺。柏拉图就当理性啊，啊其他的世间内面有介侪无理性的呢，无理无义的呢，无道理的，伊拢唔去当啊。地高柏拉图主张唔谈人生的难题啊，伊谈理性尔，啊世间有真侪无理性的呢。柏拉图连谈都不爱谈，连目睭不该看得坏啊。所以柏拉图的思想基本上是一种 aesthetic philosophy 啊，审美。角度的哲学啊，过来呢，释迦牟尼啊，释迦牟尼讲啥？伊论要超脱嘛？释迦牟尼讲生、老、病、死，这款的苦难啊，拢个超脱。啥叫做超脱？就是个超过个脱走啊。所以释迦牟尼，伊的宗教哲学是一种美学的宗教哲学啊。孔子啊，孔子就论君子尔嘛，君子，清高嘛，其他的苦难歹事拢是小人的代志嘛。所以孔子嘛是一种心理学嘛。尼采呢，更开始，尼采是一个唯美主义嘛。伊现世间所有的苦难嘛，伊自从都无解决迄个世间苦难的方法嘛，就个现嘛。时刻个看以上，拢是不明白人类存在 existential 的 problem。人类就是存在的苦难甲困难内面啊，这是人所脱不了的。是必须去面对，必须去克服的。用道心，永远无得赢过人生的苦难。其实，在十九世纪齐克国的时代啊，甚至有唯美主义啊 ，aestheticism 完全追求一个个人内外感受爽，够好的就好，尽一切力量。唔去插家己一个别人的苦痛，这等于是完全不去理会接触一个人生存的困难嘛。齐克国认为安尼人一定走未去啊，也一定会更加失败。齐克国批判这种第一站出用神秘的角度的话。追求家己五官六感内外的爽甲美感，喜欢，安尼满足个生命，是 commitment to sense pleasure。什么意思？这款的方法的话，是一心一意一意去追求爽快，逃避一切苦难，用安尼的原则来话，意思是看重一种。通自去想、自由去做家己爱做的代志尔。
拼命啦，就去付出代价，会牺牲甲敬虔，歹啊滴！坦白讲啊，这种唔面对生存的难题，唔去负责、唔去承担、唔去克服的态度啊，必造成迄个人无敬虔。咱常想讲敬虔 ，piety devotion 是干那哩信教的人，管你是信基督教还是不教人的讲的，普通人无需要敬虔什么代志。其实啊，每一个人拢需要敬虔嘛 ，piety devotion， 一个人。哇！在这个世间，那无任何方式的敬虔啊！敬虔是啥呢？敬虔就是投入嘛，投入嘛。你敬虔一定是爱投入什么代志？所以一个人哇，在这个世间嘛，那无任何敬虔投入 ，anything 的是，伊绝对无法度过生命这关。莫想讲皮皮啊，该过你就会过，更卡未过。完全无敬虔、无 devotion 的人的生命，有一个最大的例啦，是克古古这个例啦。注意啊！伊个名叫做东旺，拍做足侪电影甲戏剧嘛。啊，伊个电影叫做《剑侠唐璜》，你记无？介后毕业时是用剑，佮介后佚佗查某囡仔迄位啊。东旺是17世纪西班牙最出名的抓马戏剧啦，伊是一个戏剧的角色啦。社会上有一款的人啦，但是戏剧个剧烈个表现，这款的人叫做东旺。阿冠的东旺的戏剧有真侪版本啦。音乐家莫扎特1787年有一个出名的戏剧叫做《东吉奥瓦尼》，哎，就是伫描写东旺。这位主角名叫做东旺，伊是一个非常好野的。非常生作真水的查甫人啊，即青年人，一生夸耀家己好也较水啦，一生拢伫佚佗旅人啦。伊俩家己安尼哦，不但无任何唔对，阁是伊足不得了伟大啦。张芳的名言嘛，又讲一句名言嘛。面前我有个写一个卡哦，西班牙文啦、啊。Tan lagomelo fui esas, tan lagomelo fui esas。这句话什么意思？是讲上帝，你给我的时间实在有够长啊！伊安尼讲的。意思是讲，当世间众人拢讲生命伤短长，我也是。当我讲哇，上帝你好，我的生命有够长啊，好，我可以一直玩，一直玩啊。台湾嘛，有迄人讲，伊出世都一直玩，一直玩的人啊。当我讲啊，上帝你对我实在足好，我世间有遐长遐长，好，我会当一直玩，一直玩啊。18世纪英国有一个大文学家女的啦，叫做 Jane Austen。捌去英国旅游的人啦，捌去英国一个所在叫做 Bath 巴斯，迄个城的人就知啊。你若佚佗去个 Bath 吼，人就甲你讲，这个城上出名的一个人叫做 Jane Austen。
Jane Austen 就是出世伫大伫伫即个巴斯遐大个人，英国巴斯遐大个人，伊是虾米人？伊就是写《傲慢与偏见》迄位律师，名叫做 Jane Austen。这位写《傲慢与偏见》这个大文学家 Jane Austen 啊，伊最批评东方啦。伊讲东方就是残忍甲贪心的完美的结合啦。所以，齐克国批判非常大，伊存在主义批判非常大，一切用神秘的角度来画迄款的存在，伊拢批判。陪伴甲柏拉图、甲孔子、甲佛祖啦，伊讲用神秘的角度，干那要画迄个水的、好的、歹的，拢唔去想、唔去插的是。但是，这个我讲人生主要就是遐个困难啦、啊。但是，敢那话要话人生迄个用意迄个部分，安尼话的人，除了追求家己内外快感以外，伊的生命无任何其他的责任甲承担啦。伊也完全免去想，免去做任何无爽快的代志嘛。这是完全自私的生存，完全家己疼家己的生存。巧甲讲，这种残存生命，伊的结局就是自杀。你又是安怎？一种人的生命，想要伫五官六感内外爽快的满足内面来活，你一定自杀，因为无迄个物件。去甲甲你讲，无迄个物件。人的生命，那整个拢是要伫家己内外五官六感的爽快满足内面来活，要伫家己五官六感的爽快介意来找到你生命的目的，你就找无，因为无迄个物件，所以你会自杀啦。此刻我讲，你若无要浸伫这第一个最低层次的生存嘛，你若不爱自杀，你就必须高升进入第二层次的生存啦。第二层次的生存要记无，就是叫做道德层次的生存，进入ethical stage of existence， 进入到这必须先打破自己自私，头前的就是自私嘛，培养积极的态度，不是消极要得胜嘛，负起责任嘛，有所担当嘛 ，obligation， 这叫做进入和别人的共存，进入人类化，进入人性化啦。不过，齐克果认为安尼要无够，必须进入到最关键层次的生存，叫做 existence with God， 甲上帝作为存在，存在伫上帝内面，靠上帝来生存，生存伫上帝内面。但是咱必须打破一切一层一层的面具啦，因为你一旦要生存伫上帝内面啊。你袂当挂面具啊！想做咱的圣经内面来，既然讲到人伫上帝面前，伊就会感觉伊是赤身裸体的。想做，因为你若到上帝面前，无论你穿偌济衫，挂偌济面具，戴啥物帽啊，戴啥物假头毛，穿到啥物款的皮，穿到一身骨啊，你拢感觉是赤身裸体，因为上帝甲你看出出看入入嘛。所以任何一个人到上帝面前，你就会当感觉你是赤身裸体，就是你必须用你的 real self， 才有法度活在上帝面前嘛。Outer 外面。一切面具暗示，
正大暗时拢无作用啦。所以就此刻我讲，人一旦要换一上帝的面前内面的时，伊就伊必须脱掉一切 artificial mask， 所有的 artificial 虚假的生命，拢必须去除。去除虚假生命的理想，虚假就是死嘛。去除虚假，就是去除 death。一个人若进入这个暂住的生存，就开始去经验到做一个人真正的自由，不是可以去自由乱行乱做叫做自由。自由乃是可以军队最管最先的。自由不是你家己学袂走，你可以自由军队，自由受因传，自由可受疼惜，以及去疼惜，自由去爱，以及自由被爱。这种自由不是不必付出的自由，那是有自由谈去付出，有物件谈付出啦。一种去爱，以及被爱的自由。一种有方向、有目标、有目的的自由，一种有路可行伫迄条路顶的自由，唔是可以学白行叫做自由，有路通行叫做自由啦，唔是会当学白行叫做自由啊。所以唔是去乱行才是自由，有路通行才叫做自由。这是最大的自由，这是真正的自由，不是开始有自由叫做就是有自由，那是最后走到完全自由才是自由。此刻我以非常丰富的存在主义的神学，并无将任何一个人生命的存在描写是伫逐日伫无风无雨的乐园啊。伊认为人生存的生命，就是伫极大的困难甲看不出道理的内面，却此刻我却清楚勇敢报出来。我搁要提醒一遍哦，此刻我这款神学啊，以这种咱，互咱。真会当钦佩，真感谢的思想啊，是来自于一个伊的生命，伊生命偌可怜啊！伊生存的环境是逐日拢伫，两年两年就伫埋葬伊一个年轻的兄弟，五个连锁，伊是伫这款感觉生命完全。无路无意义内面，去悟出来，去领受出来，这种存在主义的信仰，如何存在伫人生的难题内面的存在，存在伫人生的难题内面，这是存在，这叫做存在主义的信仰。鼓励也指导咱，会当如何伫如此生存的大困境、完全无自由可言的生命中，安怎来坚持无放弃做人的自由？你若也会当自由和上帝讲话，你就也有希望，也有自由。这叫做啥？互你自由谈上帝讲话，就一定是你最大最大的自由。互你自由可以对上帝做出回应啊！你就摕回来你生存最可贵的自由嘛，会当自由和上帝讲话，上帝甲你讲啥是你会当自由来对上帝 response， 你会当自由和上帝讲话，上帝在讲伊话时，你阁会当听到，阁会当出自你的自由。看你要怎反应，你拢会使。好，无说再讲一遍，你会当含自由含上帝讲话，佮有迄个自由，通反应上帝对你讲话，你安怎做？
这叫做啥？这叫做啥？这叫做祈祷嘛，对不？你永远唔知你含上帝讲话了，你会变做啥物啊？你含上帝讲话了，你的生命会变了了，奥妙美妙，大大超过你家己的晓。阿门。下面这首诗是主耶稣的祈祷，就是咱圣经内面的主祷文啦。但是哦，这是用阿兰语唱。祈祷，阿拉姆，阿拉姆是啥物话呢？阿拉姆是耶稣的母话啊，耶稣是讲阿拉姆啊。所以这首诗唱出来，你就会听到耶稣讲啥物话啊？阿拉姆要人伫讲有，伫今仔叙利亚、叙利亚一个部分啊，遐人。要伫讲阿兰语，所以下面这首诗是用阿兰语唱的主祷文，用耶稣的话啦。啊，这首诗有较长一段，但真好听，你会听出耶稣讲话的是什么声啦？
这就是那耶稣讲话时，就是这种话，这种声，非常的甜蜜，非常的好听。忽然想到耶稣讲道理的时，对伊的人满山，搁满平，会对上帝祈祷的人。伊是深信上帝听会着伊讲话，深信上帝会听伊讲话，
信心伊讲的话，上帝会准算，伊的信心真大，大到互伊有自信，伊必不灭亡。愿伊就是你，阿门。请咱祈祷来庇护。